那接下来呢，我就这个废话不多说，接下来要颁发是蒙牛酸酸乳 New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的白热化阶段。首先让我们揭晓的是，现在要揭晓是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的女歌手。得奖是李宇春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接下来要颁发的是港台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。首先为大家颁的是年度最佳舞台演绎内地部分。冲来了，跟我们一样也姓李，李宇春。感谢李轩老师，谢谢所有的歌迷朋友，谢谢大家。再次恭喜春春，谢谢，恭喜。来，有请我们的李轩老师和李明义老师。
好，恭喜陈哥，你先把麦给我，他们要拍拍照，来，麦克给我。让我后站。回顾一下立春在本次颁奖晚会当中的获奖项目。李宇春，内地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，我的年度最佳舞台演绎。李宇春，这个内地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去年也得过，今年有一个很特别的奖，是年度这个内地的舞台演艺奖。这个奖有什么想说的？我没有拿过这样的奖项，但是自己一直很希望。因为我觉得这是对一个歌手在舞台在 live 的一个认可，所以我觉得我这次非常感谢歌杯有给我这么大的一个鼓励。春春，对我们这次的奖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？因为我是和张亚东老师是作为第一个颁奖嘉宾，所以也是第一个见到这个奖杯的人，我觉得非常的特别。因为这个龙年老去嘛，我们上次3月22号拉票会就在里面啊。对对对对。对，所以呢，这是按我们的大楼的形状来作为雏形啊设计的一个琉璃的奖杯，非常的有个性。那春春这次呢也是梅开二度哈。那我们看看下面的朋友们来，对，有什么样的问题？这边哦，对，先这边，先那边，然后那边稍等。我想问一下春春，今年那个奥运会的话，你会最关注哪个项目？然后就是想去看，或者最喜欢哪个？我觉得今年的奥运会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跟以往的奥运会肯定会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各方面都会关注的。当然，我自己比较喜欢看的项目是跳水还有乒乓球。我觉得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。啊？志愿者？有想过，有想过。没有，公司当志愿者，到时候先引起了这个轰动和围观，就太好了，就太好了。来这边这位朋友。那个前面王栎鑫在那个接受采访的时候，他说他现在已经非常厌倦被称作为快乐男生啊、选秀歌手之类的头衔。那你呢？我不是快乐男生啊。对，你如果你会厌倦人家现在还称你是超女的冠军，或者是那个选秀歌手之类的吗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事实，你永远无法改变，所以为什么要选择厌倦呢？ OK。那这次最佳舞台演绎和最受欢迎的，好，再问哈，来。你好，春春，想问一下你那个即将发行的 EP 是走那个迷你专辑，是那个以中国风为主打的是吗？对，这张专辑是以中国风，然后不管是词啊曲啊都会靠近这方面，因为2008年嘛，中国奥运年，然后也是也会有这方面的意义。就是因为咱们都知道那个中国风的歌曲。流行了一段日子了，然后好的作品也挺多的，然后就是说你在这个发行会的时候，怕不怕就说拿了比较啊或者什么的，自己觉得同样唱中国风，自己的优势在哪呢？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中国风都是一个类型的，就是还是看你怎么做。而且我觉得这样一批，因为我自己在做挺习惯，我自己觉得这样一批，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。那个独立的企划参与这个幕后，还有一些填词什么的，你自己感觉到那个是不是从这方面又启发了自己的一些兴趣，从创作方面？以前也会有想，但是我觉得这次自己着手去做的话，会觉得工作量啊这方面会加大很多，但是因为是自己的喜欢的东西，所以会很开心。好，那前面还有没有朋友有问题？前排这位。宇春你好，听说你就是今年会有出国的计划，不知道就是留学这方面是不是已经定下来了？基本上定在6月底。去哪儿呢？不出意外可能是美国吧。但是你之前好像就是说可能会比较喜欢去英国，因为觉得就是流行音乐的发源地。是。美国是因为公司的安排，对。美国也挺好。
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刘宇春，恭喜恭喜啊！来，好，谢谢。好，下面我们要请到的是小猪罗志。